我身后呢就是中国的河口口岸，每天早上都会有好多小贩从越南那边入境过来到我们中国的边境来做生意。在我身后的这栋大楼呢，是一个欧式建筑，以前是邮政的旧址，不过现在改成宾馆和邮政储蓄所了。啊，行吧，就这两个吧，行。行吧，行，就要两个，就要两个，太多了。10块钱，行哈，我微信给你。见天烟。最香烟啊，是我闻一下啊。嗯、可以我，机构50块。50块。嗯，你们早晨是几点钟过来的？早上啊，8点9点。这边呢，这个贵一点，这个100块。那我真的真心的给你买啊，你就便宜点呗。50块。那这个20块不是贵？这个是什么？去干虎蹄嘛，我拿这个。啊，可以啊，买来玩吗？好，谢谢。这个什么冰棍啊？少冰棍儿，2块一根。可不可以？不是啊，可不可以？微信的，可以少冰棍。平安说，平安说，2块钱。越南的小贩他们到这边来做生意，都是可以用微信支付的。这个叫做沈记心安冰棒，里面还有糯米，加糯米的冰棒，2块钱一根。在这个河的对面呢，就是越南了。